没有一种病症会让人产生错觉，一定是在做梦。明明不相同的两个人，你总会看成一个人。你跟以前的确大不相同。是，若是真的思念一个人入骨，无论是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，都能看到对方。原来他的心自始至终都是我。我想让你做回真正的杨采薇。